欢迎列车团的各位，你们逮住我了。亮牌吧，卡夫卡，我们来到这里应该都在你的计划之中。不是计划，是未来。我们在无数的未来可能性中施予干涉，将最好的未来变成现实。不要抬举我们，瓦尔特，星河猎手也只是命运的奴隶。最好的未来对谁而言？最好的未来啊，我才不信你会为别人着想呢。全宇宙，你信吗？当然是对我而言。我们会带你去见罗夫将军，既然你自认清白，不妨向他解释，他自会裁决。不行啊，我讨厌按别人的步调做事。时间不多了，快动手吧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怎么，来砸场子？跟上我的节奏。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转圈圈，准备好了？这样感觉如何？讨厌！哎呀！知道我是谁？这么大的钻石，送给你。来，我出场了。不痛不痒，别走神了，快不了，靠开，还差一点。不许跑。好，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还有什么看跳。棒，要开始了。准备好释放自己，反抗，摇摆，沉沦。造起来，准备好了。也该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总算来了。雕虫小技，你的一举一动早在法眼侦测之内。泰普斯，浮玄，要犯现在由我接管。列车团的诸位初次见面，不，
应该说我已在御剑中与各位会晤过了，有朋远来本当执酒道迎，然天地人三元不在当位，只能往后推些个时辰了，咱们先谈正事。你听得懂他说什么吗？对本座的说话方式有意见不妨直说。我们受景元将军的委托来此捉拿星河猎手，感谢太捕出手相助，但人得由我们押送到将军那里。不必，本座这儿有将军文告，请看。诸位捕获星河猎手之后，即由太捕司接手审问事宜。不用跟那女人一起走了，将军还挺好心的嘛。我明白了，但将军曾许诺与我们共享情报，卡夫卡交代的每一个字我们都有权知情。啊，这个家伙能不能别给我挖坑？哦，我们不会增添手续，只要旁听审讯就好。好吧，事急从权，你们三个和我一同去太捕司。不能就地审讯吗？星河猎手多狡猾呀，万一又给他跑了。有本座在，他跑不了。能撬开星河猎手之口，让他吐露实情的手法，唯有在太捕司里方能生效。吉时已到，得动身了。各位，请吧。你们做得很好，接下来我会使你们准备好了吧？需要这么大阵仗吗？我说过会配合你们的呀。你是擅长以银铃术搅乱人心的通缉犯，本座对你的话毫无兴趣，想说什么都可以，不过本座只会相信琼关镇的补测，太捕司自有办法从你身上挖出真相，远比话语所说的更多。那就请太捕见证我的命运。如何？喜欢这个真相吗？难以置信，可是琼关镇是不会错的。卡夫卡与星河无关，都是你们，居然是你们。荒谬，竟然会有这种事。你们自己去问他吧，想问多久都行，本座必须立刻向将军禀报，恕不奉陪。你去问吧，我知道你还有很多疑惑想找卡夫卡。你自己去吧，你也要小心啊，可别又被成熟的大姐姐给骗了。哈，我警惕性超高的，除了你丹恒杨叔和姬子姐，我谁都信不过。想从卡夫卡那里知道的事现在就去问吧。那就去吧，我们会在这里守着。嗨，你没什么变化呢，真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看见我这么狼狈的模样。哼，真的吗？那就好，我可不想在你记忆里是很糟糕的样子。在列车上我没有和你说话，因为那时我就知道在这里你会和我单独交谈，所以我想
干嘛不把一切都留到现在呢？你好像有很多事情想问我。艾利欧说他遇见了三个问题，但本质上都是一回事。如果我听到了其中之一，就把此行的目的一五一十地告诉你。既然你问了那三个问题之一，就说明一切都很顺利。准备好听我的答案了吗？仙州的星河之乱与我们并无直接关联，但如果你站在艾利欧的视角，那么也不能说星河猎手是无辜的。我们早已预见了这一切，但我们无动于衷，直到合适的时机才投身其中。福泰卜之所以惊讶如此，是因为他发现了三个事实。第一，星河猎手不是仙州的敌人，这你已经知道了，虽然你始终不信。二，将星河带入仙州并启动的另有其人，这其中既有内忧也有外患。罗浮内部的叛徒和外界的敌人想要颠覆仙州，太卜急着去找将军，想必是为了告知这一点吧。可是太卜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了，因为艾利欧也没有将关键的信息告诉我。他遇见泰普斯会对我使用穷关阵，为了防止发生意外，此时此刻我只知道仙州联盟应该知道的事。至于第三个事实，恐怕仙州联盟做梦也想不到。第三个事实是，如果星河猎手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那么我和阿任出现在这里是为什么呢？是为了你们。听上去很荒诞，对吗？怪不得福泰伯也不信，但穷关镇不会骗人，所以答案就是这么有趣。星河猎手出现在此，阿任被捕，我被引入这座穷关镇，都是为了将你们星穹列车带来仙州。星穹列车要来到罗浮，没错，而且还要在仙州做出一番大事。在艾利欧选择的那个未来里，巡猎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，为此你们必须和联盟产生联系，所以我一定要把你骗来这里。我需要你直接接触罗浮将军，帮助他们解决星河之乱，让联盟欠下一份人情。这样，在未来的未来，在最为关键的时刻，仙州将助你一臂之力。如何？是不是很意外呢？恶名昭著的星河猎手做了这么多，只是为了让你成为仙州的英雄。谁也想不到这样的剧本吧？我说了，艾利欧没有将关键的信息告诉我，未来的可能性无穷无尽，在错误的时间得知了正确的事情，也会将我们长久的努力化为乌有。关于未来，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，在最好与最坏的那些未来里，你们终将直面毁灭的纳努克，届时你会需要所有的帮助，因为那将是属于星神那个层次的残酷战斗。那是你、我、星穹列车都无法企及的层次。在绝大多数的未来里，命运就在那一刻终结。但如果按照艾利欧的剧本走下去，最终会有一线生机，知道吗？即使星神，也是可以被杀死。